Lance 妹是半岛酒店的员工，这架劳斯莱斯是由1934年的 Phantom 2。 那我们引入了这架车呢，已经是在1991年引入的了。经过了三四年的 rebuild， 朋友整过了架车之后，1995年开始我们已经搬到在这里用紧。那曾经我们去过旺角，根本是塞晒车，还有很多人看，你看架车多靓，是不是？揸呢架车嘅感受啊，唉，真系其实又战战兢兢，又觉得好开心，因为好难先至可以揸到呢个咁靓嘅车，但系亦系要好小心，因为咁靓嘅车如果碰坏咗，就真系好麻烦嘅。Tequila。We'll be right back.